另外一位的参赛者也是我们的青蛙王子阿杜，我是青蛙王子。<笑>我差点就要讲青蛙王子。<笑>好的，刚有人要叫你阿伟，有没有买咖啡给他喝？好，没有。Sorry， 等一下再口不见嘛，对不对？<笑>好，为了我们带来下一首歌曲是什么歌？ 张学友的《蓝雨》。 希望大家会喜欢。蓝雨，好，我们掌声鼓励一下，康亮。谢谢。白嫩的心，微亮的天，深夜里无眠。
基本上是没有。不过我觉得就基本功都做得很好，像 projection 就刚才讲过的。不过我觉得说，就如果唱歌比赛的话，我单靠就看你的技巧啊、techniques 发声之类的，我会给你很高的分数。不过我觉得，因为你唱歌已经到了一个程度，它是真的很好的，所以可能下一步你要去想的就是。有时候你把一个歌唱得太完美的时候，然后你把那个声，就是声音啊，全部东西控制得太好的时候，它反而感动度会不在，人家听了觉得，哎，好像听 CD。那个 dynamics， 我觉得 live 的时候，你真的要把dynamics 真的带出来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的。Agnes， hello， 我觉得好像你现在这首歌比较有感情啊，我觉得听得出比较有感情。对，可是就到很像高潮的部分，你要唱高音还是转音的时候，你记得要抓住，你记得你要 focus， 你不要miss 掉了一下，因为就很容易很容易的走音。对，加油加油！谢谢。因为故事看你嘛，刚才所以就一下子没有 focus， 我也加分没有加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故事看他？看大家，看大家啦，很厉害哦你。